你把雪了晒了整顿了，我们一会就冷了，讲老桑都被晒好了，大白脚也热了，都是吗？讲牛郎一下汗冷呆了，天热的都乌鸡到处打了，天这里什么长着都被晒了，都都大雪等到也不用能为多鸟上了，都男朋友能话都用不叫了，用不叫了，因道路上的那就窄了。晒了，这不要到龙山的家，阿都那样着了吗？都都让些等待呢，要去看呢，都发现你吃了，这些都没搞到太开的呢。这些人到了家呢，人到了，你上来的又做，我反正没干啥子事。是皮大肉都那些，那些肉肉是的。哦，在，我叫嘛？哦，对，冷不冷？是，加油！我到种菜淡薄那里，晒着肉，晒着肉。哦，找给过了喽，要做的那么一大个刀的呢，做的那么几刀个，哦，不叫了，晒着肉呢，老姐在带来那么工地打的哟，晒起瓜了哟。晒着中了，不叫了，你今天要叫？要叫我？叫。到底是怎么叫了？因为今天有热的呢。哦，你改口莫打了。行，你帮我把手改了啊。你不叫啊？啊，你帮我把手改了。那你几天了？好像哦，都拿毛了，都拿头上了呢。那需要你叫了，今天你不要叫了，家。让你看见不叫小样，可样了是呢。让你看见不叫。哦，到到这里你摸摸能用了吗？你去砸去看了呢，都不叫了，那么一这边倒呢，都不叫么都追过来。现在种了三周到这里，因为我跟周四嘞。哦，摸到哪里？到哪里你娘给你了是呢？你追过摸个给了。要加重些呢，张林老师，现在不住了，这来要去住了，这姚林老师嘞，用啥个牛老老姐，叫牛老老难找了，这人没讲不孬呢，都那要三刀加骨，他当然要找这脚呢，你找什么的孬呢，都没干了呢，也都用刀割，干些都是的，是哪天？